十二年前大地震新建的那个隧道，从这里就是山的入口啊。然后天长在我们的现在的左手旁边啊，等一下左手在这边。描述早期啊，天长啊，为了纪念日本天皇，所以描述为天长。地久叫做天后，所以要纪念他们。台湾人为了要纪念啊，这个是林务局改编的哦，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，参考参考了哦。叫做入境随俗，以前啊，台湾人啊，就是这个农业社会的时候啊，是以这个种果实嘛啊，长规矩拜求考，那通过水师，为了这是当时。